好，来，在这一边，他说他是一个 GP， OK，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他是 AP 还是 GP。然后他说他这三个加起来是21， OK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，我的这一个3mm 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 A 是3，然后我的 R 是多少我不知道。然后我这一边呢，我就有3，然后3R square， 所以我的3+3R+3R square 会是等于21。他这边说他三个加起来是21嘛，所以我把3抽出来，1+R+R square 等于21，所以我的1+R+R square 等于7，所以我的 R square+R-6等于0，我把7反过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来开挂符。我的 R 236+减等于0，所以我的 R 等于2，然后 R 等于减3， OK， 所以他这一边他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他是全部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， 所以我的 R 等于2也可以， R 等于减3也可以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R 等于2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就会变成3，逗号3×2，然后还有3×2的 square， 所以它就是6×12，所以我的 m 会是等于6，我的 n 会是等于12，然后如果我的 r 是减3的时候，它就3，然后3×3，然后3×3的 square， 所以它其实是减9，然后3×9=27。所以我的 m 等于减9，m 等于27，所以它是62，然后减9，27。